这个上面。嗯，天花板是吗？对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哇，太幸运了！你不赶快把它按下去？不要，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经历的状况。刚刚呢，我们要在这边自拍一张照片，然后手机一拿起来，准备要这个瞄准我们的那个脸的时候，发现我跟珍珍两个头之间有一个白色的女生的脸，然后那个很清楚吗？很清楚，她皮肤的颜色是像是那种好像表情石灰的颜色，表情灰灰白白的。对，那表情是什么？表情她其实我斜斜的这样子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她就是。你看到那个是 不太舒服的那一种，对。然后我跟医生吓到时候，手机拿下来，他感觉好像是挂在天花板上面，然后这样子倒着斜斜的看着我们。啊，你那时候怎么会按下去？我吓到手都快，我手机差点要喷出去了。对啊，你应该那时候赶快按拍照，然后 po 给网友看，表示我们这是作假。对，对，是真的。对不对？很可怕。但是他们两个是吓到我，刚看他们两个表情是吓到，你就拿照片吓网友。我以为你是听到什么声音，因为你跟我看到同一个。没错。然后我们现在人呢，后面可以看到是一个吧台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在一个废弃的饭店。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当时他们这个提供住宿房客他们用餐的地方。对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沙发，然后有一些可能饮食方面都有可能是酒水啊，甚至是一个。冰箱，哇，这个冰箱经典的，这个冰箱里面甚至还有很多瓶瓶罐罐都是还没有拿走的。对，另外一面真的是，你们一定要看博主，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可怕。医生，你刚刚呕到那个都已经到喉咙了吧？我的那个呕吐已经卡在这边，快要出来了，有很不舒服。刚刚荧幕怎么变灰的？看到照片了，还有冰箱，冰箱那边不舒服。对，老师，那你有觉得这边？这个磁场怎么样？对，好兄弟很多。嗯，而且我觉得今天我来这个地方，感应我想到一个问题，你说看到脸是白的，对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溺毙的脸是不是都白的？对，就是那个颜色。哦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这边又接近水旁边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这个饭店它是湖旁边的饭店，湖边饭店，所以。然后就有很多的，有些人可能他们心情不好，或是遭遇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就来这边想不开，可能就会往湖里面跳啊之类的。对，还是我离开你们远一点，不要，可不可以再拍到那个？不行，脸色白。那你离我们远一点，我们两个先回车上，你在这边，这样离我们够远了吧？可以吗？你哪有可能回车上？你节目都还没做完，还在直播。我们待会还有最后一关任务要执行。对，先请大家分享吧，大家希望可以多多分享我们的直播。我觉得可能刚刚是不小心让你看到了，所以你第二眼在看的时候就看到它就不见了。会不会是像是之前的可能住宿的人啊，或者是这边工作人员，他们就是看到类似这样的状况，所以吓到就是在门上贴符啊，什么各方面都来了。对，应该是。对，而且还有一间房间很诡异，都打不开。而且那个房间上锁了，很特别。对，它上面贴符之外，它上锁之外，因为我们不是都下面有门缝吗？它是用两大袋沙袋就堵住下面，感觉就是那个房间好像出过事情。对，所以锁起来不让人家用，不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要去好锁的。珍珍，你气好弱。大家说对了，对，说对了。因为今天珍珍她有感觉到。一直有人在拍他肩膀，对，然后他不断的回头，对，老师说他背后、不能回头，对，对，然后老师说真正后面那个三把火可能都已经洗掉了，对，因为我来的时候，其实不管是在录的当下或者是停机的时候，我感觉有人拍我肩膀，还有人拍我背，所以其实是很明显，然后我其实走上二楼之后，我气就变得很虚。然后全身无力，而且他听到的声音只有他一个人听到，我们站在他旁边这么近哦，完全听不到，针对冲着你来。对，我今天听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声音，都只有我听到，他们两个没听到，而且有可能是因为你元神已经耗弱了，有可能。而且我听到我已经洗掉了，我听到的声音不是那种就是什么东西撞击到什么啊，什么东西掉下来打到什么的声音，你有没有听到？这次我也听到了，我也听到了，你也听到了。不是天花板，刚刚那个好兄弟。有一个人说，难怪我刚上线就看到真真只剩一把火。
看得到。那一把火还是我刚刚帮你点着的，你可能对可能是连一把火都没有。我刚刚帮你加火，对，难怪你这一次会赢，最后一关会赢。老师啊，以后开路之前，我原本有三把火，你可以帮我加到五把火或六把火。这种事情。那你再烧起来怎么办？但是我还是真的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刚刚听到的声音是那种，的这种声音。医生脸色很差，医生今天运气不错，可是他的手，你的手怎么了？见血。我看，莫名其妙的见血。哎、欸，不要怎么骂人啊！不是啦，我是要让大家看到说，你看我现在是贴着 OK 绷，因为我刚刚在进行 PK 的时候，不小心受伤了。对，这也是蛮邪门的事情哦、喔，因为我那个受伤角度非常的离奇。而且暴血，而且那个游戏根本就不太可能会受伤的，非常安全的游戏。对，对呀、啊，怎么会弄到这样子受伤？好，现在几点？现在10:40，距离待会11点播出剩下20分钟。对，希望大家呢多多分享，欢迎分享我们的直播。我们现在人在鬼屋的现场，尤其11点的首播一定要看，一定要看，而且不能转台，不能哦。麻烦各位先去上厕所，拜托。对，然后今天先转好26台回来综合台。对，今天要播出的地方呢是，你跟娜娜去的，我跟娜娜去，去哪里？那个预售屋。哦，恐怖预售屋，预售屋哦。对，就是有一间。他带娜娜去买房子。我带娜娜去看房子，因为据说有一间。哇，娜娜最近很有钱哦。对。又买车。又买新车。对。要买第二间房哦。天哪。然后这间预售屋呢，当时应该是已经趋近于要落成的状态，可是好像是因为发生了公安意外以后。你后面有人吗？不，你为什么回头？我刚刚有一个的声音，车子是车子，车子。你为什么越站越前面？你快贴到我的镜头上面的。你要躲到哪里去？你又干嘛了？不要在前面了啦！你们两个一直往前站，啊，就一直把我留在后面。我往前，你会把我推回来。你们心机超重的呢，可不可以站平行？好啊，站平行。好，然后那个预售屋的状况不断，所以后来导致这个预售屋好像就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完工。那我们去看的时候呢，发现了它这个其中有几间房间里面，你背不能对，竟然有对后面非常非常多，就是。算是这种好像是尸体啊，或是血迹的东西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尸体小动物了，对动物的动物的尸体。但是在现场会觉得非常的邪门，这样，因为他的那个整间房间都是那个血迹很多这样子。那你进去里面的时候，你跟娜娜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或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体会吗？我在那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吐了，是真的吐了，吐了。对，因为那个叫做不舒服，那个气整个冲上来，那个是在里面呼吸一口，你都觉得完全受不了。对，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去很多废弃的地方，它里面的空气可能因为它都是一直密封着，可是当你进去的时候，它那个你一走动，那个气流涌动，它整个地上尘埃都起来了，导致你的呼吸道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，会很想吐。没错，对啊，对。今天的有奖征答，终极 PK 的任务是什么？终极 PK 的任务是什么？在我们节目播出，也就是12点之后呢，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小盒子，我们今天的终极任务啊，题目是什么？终极 PK， 终极 PK 是什么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神秘小礼物哦。对，记得回到我们的粉专来留下正确的答案，私讯给我们。对，但是切记要在节目播出之后才开始计算。然后要留下你的联络方式，不要只留下正确答案这样子。没有，先留正确答案，我们之后会私讯他，找我们选。对，因为你可能在打那个联络资讯的时候，可能哇就被人家抢先之类的。但我们会从正确答案当中挑出对幸运的观众。我们不是看快慢，我们是看，所以有机会，请大家抽的，对，请大家多留言多分享这样子。但我每次留我都没有抽到我，因为大家看到是那个啊谢君怡就不会有了，就不会挑你啦。对啊，有可能就是送你们两个的签名海报或者是照片，你有需要吗？那我算了，我也不要黄以轩的签名照，但是接下来我们会有明年2018年的新年历，对，跟大家预告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厉害了，就是你呢，明年你也不用买什么农民历啦，你用我们的年历就够了。
对，而且放在这个桌上啊，或是贴在房门口有这个镇煞的作用。你贴门口可以辟邪啊，你放床头可以避孕，所以是非常好用的一本年历。就是招鬼的作用。没有啦，有老师在里面，怎么会招鬼？老师也有在里面啊，对对对对啊，有郭老师。到时候推出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对对对，好，最重要的是待会十一点钟就要播出这一集《淘爸爸好兄弟》，记得锁定26台未来综合台，来自星星的事。对，而且叫他们麻烦。去跟他们亲朋好友看这一台，26台，锁定26台，对，中间不能转台，对，哎呦，老师单压哎，最好看的就是这一台，26未来综合台，哦，连压4次，所以希望大家除了分享我们的直播之外，哦，好恐怖，在鬼屋夹哎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我刚刚又听到后面有怪声音。你听到什么？我刚刚有听到，但是我故意不说。那个的声音，你听到没有？我靠！我跟你讲，你听到的跟我听到的不一样。你看我们现在是，我老师听到什么？我听到好像有人在动脚步声音，不是这一种脚步声，就是好像他走路的时候踢到，你在看什么？踢到那个木头还是天花板的那个踩到天花板掉下来那个木头的声音。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直播的时候，你看起来我们好像哇很开心在介绍节目，可是其实就像我刚刚我们是苦中作乐。对，所以像我们刚刚我刚一直往前，就是因为其实我很害怕，就是站在背后，站在后方，所以其实我会一直往前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看到我们刚刚开开心心在介绍节目，其实我们现在两个人心里是很惶恐。没错。好，待会要继续执行任务了。好 ，OK， 跟大家拜拜吧。大家。再见，还有10分钟节目就开始，要大号要洗澡了，赶快趁这个时候。对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